没有什么。镜片上有水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有一些。你开了。有一些点点哎。你开了。好，我的也有吧。有啊。嗯。你那个变岔头了，不错。今天的工具是。去见一领了。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是吗？啊，是。我问之前的事啊。お進みください。之前有啊。之前大一点，现在小一点。要放吗？放啊，缩头。轻声一点。低哦。嗯？开始低了。没有低啊，我是说你听雨的声音。就觉得安全帽上没低啊，我是比较上面在下吧。都一样。看，你看。怎么会是土啊？好，镜片重。啊？滴水了。他一直在练单脚，嗯，真好。就是这种波，其实也是可以练习的啊。灯还亮着，不会没电吧 ？Open， 这里 Open。Winter Open， 怎么会这样 ？Winter 还在这里冒险，我以为是夏天呢、欸。
大地耶。啊？越低越大地。没有啊，都有类似，就几滴，然后又没了。而且你要注意是，路过这个等等等才滴的，还是中间滴的？但是我没有抓。小孩在还推，嫌不够快。他要去撞柱子吗？要跳一下的意思。来，我看看镜头。嗯，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镜片有。你说镜头上、啊。リフトに動揺を与え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て滑り降りてください。ナイター、为什么不是ナイター？ナイター啊。对啊，夜华是ナイター没错。对啊，先了先了。硬硬滑很远，不用推啊。突然慢下来，吓我一跳。突然有个阻力，慢下来，吓死。好累哦，只要在上面，只留在上面。
有吗？有水吗？你的没有。是我的。有一个超小。最上面有，上面有。不管它了。我的镜片上有。对啊，我的镜片上也有，面积大，沾得多。脚酸。脚酸啊？会啊。脚灰啊，对啊。两滴，对啊，我的肩膀好像我的正上方在滴水给我啊，还有我的头上是那个挂钩，一直在滴我。哦，这你也没办法放过来，踩着它。我宁愿踩着它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它是三人座吗？三人座，四人座。哦，是要这样，人家两脚两脚。对啊，右边放右单板。你腿够长，你可以放下去，然后过来以后再升起来。嗯，不用了，我宁愿坐着。嗯。但是我不要再吃跟着去，应该来吃拉面。拉面了，不要吃。我们居然都没有吃咖喱饭，不吃咖喱饭在哪里？好啊。我说我们居然来学堂，但是他也许是咖喱做法，不然怎么成咖喱？哦，现在是炸的、哦。不知道啊。那就是拉面了。看看喽。但是拉面哪一种比较不咸啊？是酱油味增，它总是吃太咸，都很咸。看要吃哪个比较不咸？他就是要补充你那么多啊。滴得很厉害耶，真的不要碰位置哦。你一补到会湿透哦。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先拿起来，才能换位置。这个要起来。你要到旁边吗？不是过来吗？好的。这样比较好。也许。没有，我们看黑色的。坐到中间，中间也是啊，中间也是啊。我觉得拨一拨吧，不要让它渗进去。至少它是以滴为单位的。哦，啊，全雾。我是说会不会上面都是全雾啊？很多事件。对啊。那不就变跟白马一样？我是只能练小转预备动作，我就一直练这个。在上面写几度？啊？上面温度机会是几度呢？一度会不会太多？不知道，预报是说三度，一度吧。嗯，开始了。什么时候收起来？什么时候收起来？来不及了，算了。昨天给你看大好天了，今天就给你拉坏天。嗯。是滴的比较厉害了吗？没有，现在开始飘雪了。飘雪？有，你看呢、啊？但是会融化，等我们的身体也变得跟上面温度一样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融化了。不然下雪其实
也危险，因为我们如果比零度还高的话，它就会在我们身上融化，下场跟下雨是一样的。都是雪了，错了，这样所以这样应该是负的了吧？空气是。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リフトご乗車の際、先拨一拨。雪，现在的雪都要先拨一拨。避免融化。我刚摸了，没有，嗯。他有没有警告？警告。雾警告。叫卡卡。哦。不知道。起立，起立。雾岛，你知道怎么念？前面那台缆车尾，对，那个吊椅尾辨识目标，浓度上升，浓度上升，它不见，不见，不见了。而且今天有偶尔太阳的那个预报，你不觉得现在好像亮度上升了吗？太白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整白成一团，你回头看，我看不到下一台车哎。啊，前面都看不到，怎么看得到下一台？我看得到前面啊。前面看不到啊。看得到啦，前面还看得到的框。后面有人，我看到了。欸、有两个人，前面勉强看得到形状。啊啊啊！好热哦。Good day。温度计也看不到。二五。到了点。你多少？25，我放下。26再放。又变亮一点，太阳的方向看不到。温度计呢？温度计呢？它应该要发光的、啊，看不到，救命了！捡起来，我捡起来，收头。阿力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温度计呢？它有发亮吗？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它有发光。数字我也看不到。走近看吧，一定也要拍一张的、啊。零以上还是零以下？好像在零附近呢、欸，还是以下？负一吗？看不到它是不是？好像零以下。负一吧。或者是不是私人弄？大图大。是看起来没有。但是别觉得冰冰的，
一度。开始下雪了。一定要一张的。我们已经碰到第几次大雾了。哎，我手机没带。放在床上吗？放在裤子里。好，换这只。我看手机没带的影响就是只能用 iPad 了。iPhone。对啊。拿我的付钱对啊，都可以啊。你多少？你多少？好像是。这样感觉下得厚厚的呢。不是。不是昨天晚上，是现在。就斜板在上面那个，可能又要推推了。我累了，我就回去。但是我早回去，我洗澡就看不见阳光。是啊。它这么呼之欲出。今天的风向怎么变由后往前？帮忙推动的感觉，看棒棒咯。背包要掉了。你有扣吗？有吧。可以拉紧来。你自己没扣。我没扣吗？我刚不是扣了吗？在最上面了，拉紧就好了。反正已经知道路了。这个短铁短棒棒是怎样？给我们看的嘛，说那是中间嘛，还是怎样？什么时候插的？对啊。不用刹车，所以我说等一下就会有推推问题的。要上高一点的吧？要啊，如果有开的话。好，走吧。他们都在棒棒椅右边，就这样。你走错路了吧？
你去那边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去那边？你要看棒棒啊！你要看着棒棒啊！你走橘棒棒的左边哦。哎，成功了！这里很软呢，然后滑过来就不受控。对呀。对呀。你趴下去也没关系啊。嘿、hey ，好了。你这样会有可能会有一点倒退路，这样一点点，但是不会路多远，所以你一旦站起来顶住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真的站不起来。嗯。没有，你的左脚看有没有办法缩的缩到接近身体。收回来。好，先休息。也可以啊。这个你用手的话可以。你用右脚站得起来的话，因为你现在你只有右脚可以施力，除非你把左脚收近一点。抽下来了。休息。橘的是边边的意思，短棒棒是中间的意思。
你是往右弯吗？啊？我不知道哪个轨道是你的。很松啊，因为直到这里来才是死的。掉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死？不会啊，就是会倒，但是不会痛。不会痛，会被吓一跳。嗯。平常我有看过这个箱子，这几个灰箱子。我好像也没有看过他的印象。我想到奇怪，怎么走到这么奇怪的地方？你刚刚从橘棒棒的右边过还是左边过？左边啊，它的右边啊。可是滑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很多人，那有一个蓝色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去走旁边，后边比较安。蓝色是中间，所以对着蓝色滑是 OK 的。我觉得这个棒棒哈，它不知道是不是软的啊。就是它这样子的 mark 是标记是很好，但是会不会危险？所以我猜它应该是软的。我想要去看棒棒。对啊，它是软棒哎。你弄了？我还没弄啊，但是我看到它是网状的。看到没有？完全可以碾过去啊！那我太紧张它了。你撞到它都没关系啊，完全以它为中间这样子滑，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哎。这个好了，好累哦。冲去缆车站，跟棒棒。跟着往加速就对了，沿着右边加速，不用刹车，不用刹车。现在学会啦，我本来就会啊，我知道要两手啊。哦，
刚只是懒得拖，但是现在拖的比较简单。嗯，因为脚一直被卡住了。因为那里没有斜度。不是，而且脚我脚被卡住了，很难站起来，那不是平常的姿势。好累哦，而且怎么那么雾啊？好夸张吧？盖子上也都是血。而且是雾的。嗯，对，我出门的时候忘了拿手机，它在我的裤子口袋吧。虽然今天也不会拍什么照。对啊，也还好。今天不可能拍照啊，那么雾。我的裤裤上有水吗？雪镜外面倒是要擦一擦。我的纸巾。我擦好了。有吗？包货也好了。我有纸巾一张。很粗哎、欸，就好像纸一样的，还是我们自己的纸巾比较好。你要纸巾吗？用啊，我抹干它。而且我觉得以前我误以为雾有的都是在外侧，把它擦干就没事了。其实是身体有累，只是一开始没感觉。我今天也累啊。老师，我有传讯息给你，你也没看到。你传了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来，没下雨，快来。嗯，一滴滴啦。就想说今天可能会休息，就没有喝咖啡。嗯，现在有点昏昏欲睡。下的是黏雪，倒在上面会黏住。退票？为什么要退票？什么东西退票？你在讲什么？因防疫需求无法参加的人哦，可以退票。什么东西的票？五月天演唱会啊。哦，他又办了什么？啊？他又办了什么？什么叫办了什么？办了什么？五月天就跨年啊，每次都是跨年啊。是哦。圣诞节开始一直唱到年头啊，很会卖，好不好？咦。有盖好的话，我是说压扁。
力ください。才到十二，他是在讲别的事吧？请大家慢慢滑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一定会起雾。